本土另类神机好奇幻，说我泄露天机，然后就拿他的七星剑割我什么？哦，真的，在一个小角落，他就看到一个头，在火车上面，他就开始听到有人在叫他名字。哎呦，就去看都没有人。不让这个女鬼回去的话，那他就是要我去跟那个女鬼换。